那么多事都没能打倒我，区区一个期末考试就熬不过去了吗？谁还没有帅破天际的时候？为保万无一失，我现在就开始教你作弊手法。哼，你们居然敢作弊！我让何老师收拾你。所有人放下手里的笔。姜老师，把这摞报纸发下去。我都说了，作弊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办法。那你觉得这群人合格的干部长，还是作弊成功的干部长？老天爷，你考试那天是不是休假没来上班啊？还是好好学习吧，能改变目前命运的就只有这一条路。期末考试大作战开始。等等，书生，你千万别出去，让我默默承受结局就好，拜托。这世界很酷。